每次坐那边丢那边说，然后后来有的人要嫌他怎样，然后他就说不坐。他后来就我们本来我们都五楼了嘛，然后他儿子比较问题，他本来是听那个啊。他自己的错，你知道吗？不该再不安弄。但对，不该再不安弄。怎么现在照？哇塞！他真的好像没事，可是我觉得他报警了、啊。